传香。上香。一殿酒。捐。献参果。恭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裕兴公司被迫解散的当儿啊，留下了20,000元啊，给予啊华氏来管理这笔钱，而其中的15,000元啊，过后就归纳于宽容学校董事会以推动这个华文教育，而另外的5,000元是来布置现今这个名目的地点。新山的华社秉持着一山一校一庙的精神，一校就是指宽容学校，至今还是一样传承着当时裕兴公司解散过后而秉仪给宽容学校这方面的这个支持，这样的传承的精神至今还是依然的保持不变。